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。湖人走步，尼克失步。这只是现年39岁的詹姆斯 LeBron Raymond James 直篮生涯第32次在纽约市曼哈顿麦迪臣广场花园 Madison Square Garden 出战。纽约尼克队于2月3日晚间，在19812名主场球迷关注之下，以105-113落败于加州洛杉矶湖人队，拿到例行赛季50战第18败，中断自从1月17日以来的9连胜，并且成为双方历年299次对阵以来的第173次失利。纽约尼克队2023年征西游袭，曾经于12月18日晚间在加州洛杉矶以114-109击败湖人队。身高6尺9寸、20次当选全明星的湖人队小前锋詹姆斯，2003年10月29日在大联盟亮相以来，目前面临将在何处结束自己的职业篮球场上作战生涯，包括是否投奔纽约尼克队的选项。他当晚上阵40分钟18秒，获得全队最多的24分、5个篮板球和5次助攻、2次超截、1次火锅。湖人队的先发得分后卫里夫斯 Austin Tyler Reeves 则上阵38分钟47秒，得到22分、6个篮板球、7次助攻。尼克队的左撇先发组织后卫布朗森 Jalen Markey Brunson 此战上阵44分钟43秒，31次出手投篮，命中15次，命中率 43.4%， 全场攻下36分、3分球、投6中1、6次罚球、5次得分。他有6个篮板球、10次助攻，是全队得分最高者。布朗森在这个球季已经有20次单场至少得到30分。彭广阳，2024年2月4日。